童家宝战队拿捏周冠军，牧童现场颁奖。童家宝最猛的两个男人就在城西的近前，童家宝最猛的两个他的衣服在打皮带。哎，花花干啥？哎，你别装！啊，牛掰！他简直就是哇，大小子，刑天好猛啊，感觉真的。哇，真的，牛掰！今天他妈分数得来到140，这个战直接是给到了两队公平的一个刷新，刷到了战场的无限，像天神一般跳到了牛逼，我龙仔，但是龙仔这边也有一把12K，鬼无限掰过了676，龙仔在烟雾里和消失对喷。这边龙仔的喷子使用熟练度显然是没有那么高的，小十二也赢了。再看雷森这边是一把冲锋枪面对一，哇，牛逼！太牛逼了！能不能操作一下呢？没了，死了。好，兄弟们，恭喜我们获得 TEL 第五周周冠军。恭喜江西童家宝获得了我们常规赛第五周周冠军。来上了阿强，直接牛逼拿下周冠军，牛逼！